Hello， 姊妹，今天来到好朋友家的店啊，他家就是一个音乐串吧，就是我们的小根据地吧。没事上这儿来玩一会儿，他家叫那个异星烧烤，这挺有意思的，能吃能玩。看后边全是乐器，待会儿我们就是好兄弟、好哥们几个凑齐了，然后玩一会儿，再吃点喝点。这歌你们会唱吗？上学歌。哆来咪哆嗦，啦啦哆啦嗦。哎呀！哎呦我去！开车不？哎呦我去！哎呀，够了够了够了，好了，这些是那种老物件儿。啊，到不到呢？这电视机，哎呦我去！啊，好了。杨哥刚来啊。来了。哎呀，来了。板着啊，上娘们儿没有上娘们儿，这这这上开饭啦，聚齐了，又吃烧烤，今天又吃烧烤，今天人多呀。这个是一个锅，土锅烤土豆，这土豆里边有那个有汤，是啊，一会儿切开看看，准备给它剖开啊！东北特色土豆，整烤土豆啊！整烤土豆，剖开是完整的解剖过程啊！剖开之后，好，你家这有汁儿的，剖开之后哎，里边还是土豆，这个真神奇啊！有汁儿的土豆，入味儿，入味儿，入味儿。烤肠，他家烤肠，哎呦我去，这得切多长时间？你镜头够不够大？特别精致，还大。好，告诉这个酒，今天你喝这个酒也知道，朝鲜。不是韩国朝鲜，妈，待会儿非得喝多。中间那个地方，孩子，那这黄瓜是你年前发的？你正常买的酸黄瓜吧，它没有这么脆，它都是软不拉塌，明白吗？咱买的酸黄瓜成型的，都软不拉，这个是脆的，这也是罐头的，但是是脆的，所以这个那么贵的。串，羊肉串，我昨天吃羊肉串就比较小，还不好吃，这个大，好吃。他们昨天晚上上群里了，回来啥时候的同学？是啊，他们几个女孩玩去。嗯，到家都9点多了。才9点多，9点多我们才刚刚开始，知道吧？吃啊，王立芳一整手机回来。咱姐在喝啥？他吃桶子呗，他招牌酸黄瓜，这是什么？朝鲜煮的吧？他不是。这黄瓜是朝鲜的，嗯，黄瓜特色，朝鲜黄瓜小酒子，酸黄瓜，嗯，好吃吧？嗯，口感不一样，嗯，还有一种那个，有一种奶味儿，奶香感觉，有，嗯，有的，有的，有的，烤石蛋，你们吃过烤石蛋吗？这个是我们东北的一种街边美食啊，烤石蛋，做法很多，可以烤可以炸，各种做法。有这种神奇的动物叫犊子，可以滚。你看它那个，你看不出来。它可以什么？吃起来的味儿就是。还可以吹。它那个火车车竹村。哎，他们说那个是个神兽吗？怎么说的？就可以滚。解锁新的喝啤酒方式。真好吃。啊，是不好吃？嗯。不是你看了是看不出好吃，你这必须好吃，得尝啊！